Hello， 大家好，我是阿斯。大家知道这里是哪里吗？远古之城。今天的生存从这边开始哦，有够危险的，等一下不小心遇到怪物我就要死了。总之今天在这个世界要做的事情跟远古之城呢非常有关系，所以才会在这里。我的背后那里不是有一扇超级大门吗？那个门呢在这个世界是可以开启的，因为这个世界有一只 BOSS 是比服务守者还要更强的上位种哦，也就是超级服务守者。上次影片不是我有打到一只超级凋零王吗？今天就是超级服务守者哦。而且因为是麦块最强的怪物服务守者的关系，所以他的超级版呢当然也更危险了。那这里有一个箱子，我先看一下里面有什么。哦哇，连木材都有给哦，全套铁装。那这样好像不会说很难，只是铁装完全不够用就是了。在这个地方如果我要打开这一扇门之前呢，我必须要做一件事情，把服务守者给杀掉之后，拿到一样道具叫做服务守者灵魂之后才能开启它。也就代表我要挑战超级服务守者之前就要先打服务守者。一定要把一只服务守者给杀掉才行。总之我的目标就是把超级服务守者给杀掉就对了。这里有一些符灵，那这个符灵呢是能够拿来做一些特殊装备的，所以我必须要把它收集起来。我现在的第一个目标就是要先想办法制作出全身的服务守者套装。不过那个服务守者套装要用到的材料都蛮高级的哦，需要全套的御髓装备加上不死图腾这一类超高级的物品哦。也就代表等一下我还要去地表那里，然后找个突袭打才有办法制作。也太忙了吧。那我现在在这里翻箱子的理由是我想要先搜刮看看有没有什么好东西，而我最需要的东西就是这个回声碎片。有这个东西的话等一下就会方便很多了哦。还有钻石护腿。 OK， 总之我先把这个给穿上去吧。再来我先把这个远古之城的羊毛给收集个三块走，这样就可以做出一张床了。嘿，最后一个箱子哦，有一个超强的钻石厨，好猛哦。 OK， 远古之城的箱子都被我看得差不多了，目前我身上的物资超级多。再来我想要去挖个钻石，我需要非常大量的钻石哦，而且我的食物也不太够。总之我先这样子稍微逛一下吧。哦，有了，我找到铁矿了，先来挖一点铁哦。不过这附近怪物真的是有够多的，超危险。快跑啊啊啊！有了，我找到钻石了，这边有一颗，然后这里还有第二颗，这样就够了。接着我就先去地表吧，然后去收集个食物下来再说吧。沿路上我看到铁矿就顺便挖一下好了，因为我刚才有拿到一个东西，锋利二的书。那这个如果把它弄在武器上面的话，我的武器效果会更强，所以可能要做个铁针来用。哎呦，终于，哈哈哈，远古之城好深哦，弄了好久才出来。我已经收集到49个铁原矿了，然后时间是晚上，虽然说晚上感觉很危险，不过我想要直接出发去找个村庄了。诶，太好了，我看到那边有一个前哨者基地了。我最近发现啊，掠夺者的哨戒塔好像附近都会有村庄。我看一下哦，那边有，真的附近都会有吗？好神奇哦，太好了。那这样子等一下就可以在这个地方搞突袭出来用了对吧。而且我看到这个村庄有一个烟囱了，那个里面应该有我需要的一个方块啊，就是高炉。有了，常常在借高炉，所以借到现在都看得出来在哪里了。还有好多甘草捆哦，哇，刚才从远古之城带回来的这一把锄头好强哦，一瞬间就能够挖掉了。那我先大量采集一下这个东西哦。而且还有第二台，借我过一下，不要工作了，我帮你工作啊。那这样收集到的两台高炉呢，我可以把我刚才在远古之城拿到的煤炭跟挖到的一大堆铁都拿去烧啊。高炉烧矿物的速度是熔炉的两倍，所以这样子非常的快啊。OK， 那目前这样子食物够了之后呢，再来我要做一件事情。我刚才不是拿到回声碎片吗？是时候来使用它了。我先像这样子放出一个工作台的形状，接着把回声碎片给放在上面两格，就可以制作出一个粉红色的工作台。这个方块非常强大，我只要像这样子放出来之后，
接着就可以把它打开来，看到合成画面，对吧？不过它的效果不是合成哦，我可以像这个样子把钻石放上去，会变成五颗钻石，哈哈哈，这就是炼金术师的奇迹。好啦，那用这个东西的话，我就可以大量拿到更多的钻石了，对吧？不过这一台因为真的太猛了，所以我今天有限制，就是我只能用在特定的物品上，不可以把所有东西都拿去像这样子复制。所以刚才挖的铁啊，还有面包之类的，我才没有拿这个东西出来用哦。大概是这样的理由。总之这样子就能够做出全套的这个不是工作台总之这样子就能够做出全套的装备了，所以先把全身钻石装备都给做出来吧。再做个一把钻石剑，一把钻石斧，最后一把钻石镐，这样就全部东西都准备好了。那铁锭也烧完了，这样49个铁有了之后呢，这不是合成台，我就能够先做成铁砖，之后再来把铁砖跟铁锭放在一起做出个铁针，然后用这个铁针强化我的钻石剑，就变成锋利二的钻石剑，攻击力直接提升二哦，哇，好猛啊！哎，然后这边有一只铁巨人呢，会可以吗？三格，没事没事，可以抓好距离就不会死。我竟然可以这样子打铁巨人呢，我第一次知道。有了，连铁巨人都打得赢，现在的我已经没问题了。那食物也有了，铁巨人也打得赢，再来就准备去打那个哨戒塔好了。这个东西的话，好像像这样子放下去之后就没办法回收了，所以我剩下能够合成的次数是6次，我要小心一点去使用它。好了，那做个盾牌之后就前往那个哨戒塔吧。有了，来了，哇，好多掠夺者。然后我看到队长了，那就直接把他打掉吧。先挡一下，我都挡了还被射到OK， 有了，这样就拿到不祥之兆了。好的，来吧，出发突袭了。那我的目标就是要拿到至少一个不死图腾，如果没有的话，我可能要再多打一次就是了。那我可以用粉红色合成台复制的东西，怎么一瞬间就没有了？我刚才看到上面的血条，一瞬间就全部死光发生什么事情呢？他们是摔死了吗？好扯，我第一次看到这种状况总之我可以复制的东西呢，就是不死图腾、钻石、玉髓锭，大概是这几样东西。那其他的话就不能复制这样子。OK， 那下一波的话好像在这个方向，刚才听到声音了。找到洞窟了，竟然在神怪砖里面，哈哈哈哈，到底是什么鬼地方啊？那我就直接拿我的武器打一打吧。喂，最后一只，不对，这不是最后一只那这里面的话有装个铁桶铁桶把它带走好了。啊，这边的话呢，再来就是其他吃去哪里了啊？奇怪，也不在这里，到底有没有心想要认真突袭啊？这些家伙，我找到了那个方向，这里是哪里啊？不能乖乖的在地表那边突袭就好了吗？那这只就是第一只，哎呦，没想到第二波突袭就这么难搞等一下感觉会更麻烦呢。最后一只，怎么又死光光？在那个方向，不是吧？不是这样子的吧？又没有人了，该不会是出生在石头里面之类的吧？我没有看到他们死掉，而且有听到声音是从外面传过来的。这一次好像是真的回去地表了终于是正常的突袭了吗？我看到了，有幻魔者，哇，终于，好感动啊！怎么会这样子啊？这么难得，那我直接把幻魔者给打掉，我两下就死了，然后把这个不死图腾给捡起来那我突袭是不是不用理他了？仔细想了一下，我的目标也不是说拯救这个村庄就是了，算了，还是打一下好了。嘿，挡一下。被打飞了，打一下，喂 ，OK， 可以，我从下面这里偷打，可以 ，OK， 打掉一只战牛了，那剩下一只就很简单了，喂 ，OK， 那第二只战牛也打掉了，剩下的应该就是一些小杂兵而已，所以我就快速把他们解决吧。你就是最后一个吧，喂，应该完成了，有了村庄英雄。那再来要做的事情就是可以去找一下有没有岩浆了，那边在放烟火哇，哈哈，房子爆开了来看一下他们会给我什么好了。你要给我东西吗？我是英雄怎么看到我就跑真巧，怎么又是你们？又来一组了。然后我找到一池岩浆池了，那我在这边直接做个地狱门出来吧，7、9、11，最后点火，
OK， 那这样我的地狱门就完成了。这次进来地狱是一个扭曲丛林，在地狱要做的事情就是找黑石堡垒跟挖个远古遗骸吧。不过黑石堡垒里面可能就有装了，所以我就直接去找黑石堡垒吧。哦，有了，我找到一个黑石堡垒了。而且这一座的话，这下面应该会有玉髓升级模板。不过因为太危险的关系，我怕等一下死掉，所以我打算来做一件事，先把我的不死图腾给多弄一些出来好了。有了，那这样身上的不死图腾有五个之后呢，那我就可以直接进去了吧。那我刚才也有准备了岩浆桶，所以有岩浆桶的话应该会蛮好攻略的吧。 OK， 有一只猪布林蛮兵，岩浆桶可以像这样子直接把它烫死，这样会轻松很多。怎么这么多，四只。差点被打下去，搞什么鬼，超恐怖。最后一只，这样就完了，出事了。等一下，找一下。 OK OK OK， 还活着。我的再生药水好像来不及了啊，我的不死图腾少了一颗哦，不过没关系啦，身上还有很多。再来就是最下层这里，那么这里面的话有了玉髓升级模板，那这个东西把它带走之后，还有一些钻石装备，然后我也看到了玉髓碎片。那再来就准备离开这里吧。好痛，好危险。最后我只要再挖个金粒，再做一台粉红色工作台，接着把我的金粒给放进去的话，我就能够无限增加了。然后玉髓碎片也把它增加吧。哦，好多哦，快有两组的玉髓碎片。锻造模板也把它增加一下。好爽哦。那这样就可以做很多的玉髓锭了。那现在这样我就能够把我的钻石装备都给升级成玉髓装。首先是头盔，再来是鞋子，接着是上衣，然后是裤子，最后是玉髓剑。 OK， 全套的玉髓装备这样就完成了。有了有了，哇，好强。 OK， 那我回来了最一开始的远古之城这里了。接着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先把服务收者给叫出来，然后跟他打一架。我不确定这样打不打得赢，身上有蛮多不死图腾的啦。先用这套装备尝试看看，如果打不赢的话，等一下可能就要强化一下防具了。出现了，出现了。那我先准备一下再生药水喝下去，然后就跟他打吧。喂，正面跟扶手者打，怎么可能？打不赢，打不赢，先跑了。打不赢这家伙，不可能，不可能，这怎么可能打得赢？跑不掉吗 ？OK， 看起来是跑掉了。那这个就是服务守者的强度，全身就算穿着玉髓装也打不赢。所以再来，我先准备一下下一个东西。我全身的玉髓装备都可以再升级，首先是上衣，应该是这样子摆吧，然后放上不死图腾。哦，有了，出现了，变成服务守者猎人上衣，这种感觉，来穿穿看哦。会，哇，衣服好帅哦。那这个防具全部的合成方法都是一样的，所以我就像这样子放上去吧。再来是头盔，最后是鞋子，完成了。全套的服务守者猎人装，哇，头上还有两根触角哎。OK， 那我也准备了很多的不死图腾，接着再去挑战一次服务守者。有这样的装备，我觉得应该就不会输了啦。哦，有，防御力超级高。我原本是被打一下半条，现在被打一下才半格吗？还是一格？那我就这样一边后退一边攻击哦。哇，我弹了两下。哎，对，我还可以像这样子二段跳哦。哇，好帅哦！看来有这套装备就没问题了。嘿，嘿。OK， 只是不晓得装备会不会坏很快。欸，不会，这装备好像很坚固。那我就这样子一边后退一边攻击他吧。抓好距离的话，我应该也不太会死啦。先吃个东西，然后再靠近他。哇啊，硬破攻击，完全不会痛欸。OK， 成功击杀了服务守者，这个就是对抗服务守者的最终装备哦。那这样就获得了一颗灵魂，对吧？有了服务守者灵魂，那拿着这个灵魂之后，我就能够来到正中央这个门框这里，点一下，打开这个远古之城传送门了。那这个就是最终决战的场地了，直接进去吧。来了来了，有一个音波攻击的声音。哎，我看到前面有三只扶手者，哎，然后他们都面对对面，哎，那边是不是啊？我看到了，超级扶手者，虽然只能看到一点点的图样哦，只不过要去挑战他之前，我可能要再做最后一件事情了。我刚才打扶手者不是花很多时间吗？我的玉髓剑其实也是能够升级的。
不过这个区域好像不能放合成台，我先回去一趟好了，这把武器绝对还打不赢他哦。 OK， 那先回来之后呢，再来把我的玉髓剑像刚刚那样子升级装备的方式叠在一起，就可以跑出一个捕手者猎人之剑。这个攻击力比我的玉髓剑还要再高二，明明没有附魔了。至于这把武器好像对捕手者有特别的效果，伤害会比12还要更高的样子。来了，这次就没问题了吧，马上来试试看哦！哇，好尖锐的声音哦！哇，跑出一大堆捕手者了。喂，那我就用力打吧。两刀砍掉一只捕手者，两刀啊！三刀，哇，超强！啊，好痛哦！这超级多的啦。不过应该还可以，我身上有很多不死图腾，只要抓好一下距离，应该就能够撑住了。然后一直出捕手者，我觉得我需要喝个再生药水，不然这样会先死掉。 OK， 那现在有回复效果之后，我就可以尽全力打了吧。要打几只啊？那只超级捕手者不打算自己下来打的意思吗？他动了，又叫了一声。哇塞，他到底有多强啊？好期待哦。还好我现在已经是一个很强大的存在了，全身的装备都已经这样子能够秒杀捕手者的关系，所以打起来还算轻松。怎样，你的小弟没有一个可以撑得住我的攻击哦？你要本人下来了吗？下来吧。钻下去哦，真的要来了吗？来了。哇，好大只哦。哇，我直接被他打飞。哇，他又召唤捕手者了，那我直接砍他本体好了。哇，被他打一下就会飞出去，而且我的伤害好低哦，他的血到底有多少啊？超痛！等一下，完全靠不近。OK， 再换个地方好了。地上还有一些触须，他刚才好像放了什么很大的大招。哇，那是什么东西？那是音波攻击吗？太夸张了吧！太夸张了吧！那是什么鬼啊？结束了。然后这边有一只捕手者，先把它打掉。血量回复的速度有点太慢了，我来准备用我的不死图腾回复好了，直接靠近贴近它。OK， 有了，不死图腾触发了。那我先往外回复一下血量哦。OK， 来吧，趁现在攻击。哇，好痛！他直接扣我半条血。刚才那个东西超危险的，那个是一个范围大攻击哇，又来一次了。这东西超恐怖，没办法了，只能用不死图腾跟他拼了。那我这样子来回飞行好像就不会被他攻击到了，对吧？哇，好尖锐哦，他声音好恐怖哦。要死了，我的血会慢慢扣。没办法了，第二颗不死图腾也没了，再来继续攻击哦。哇塞，什么东西都看不到，剩下半条了，我还有三个不死图腾，应该可以直接全力攻击他吧。哇，又被打上来了，真的是被当球打。可以，快要了。哇，什么东西都看不到，我先往外一下好了，那地方墙角不好打啊。等一下，他要范围攻击了。 OK， 没事，躲掉了。不会，他好像不打算出去我还是回来过来跟他打好了。来了，快了，这次就直接把他打掉好了。哇，又被打飞了，最后两下，最后一下。 OK， 成功了，成功击杀了超级捕手者。哇，爆开了！哇，哈哈哈哈，好帅哦！这就是突变进化之后的超级捕手者吗？也太强了吧！然后他最后还掉了一点东西，捕手者变身装备。我可以变成一只捕手者呢，胸口好像插了不该插的东西呢。